你今年多大了？不好意思说。没事，说说说。婚姻幸福吗？单身。单身。来，有没有正在找男朋友的举个手？有没有哪个女的正在找男朋友的？你是吧？来来来来，你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是单身是吧？是的。好，你今年多大了？不好意思说。没事，说说说。我能不能说30岁？可以。好，来来来来来，这个同学单身，他30多岁了，他想找个男朋友。我想问你们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遇不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知道为啥吗？想不想知道真相？我敢保证我没有讲过，你们这辈子都不知道真相。就接下来这2分钟，如果你能听懂，你此生碰到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婚姻的、事业的、小孩教育的、健康的，还是财富上的，全都能解决。如果这2分钟你没听懂，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认真听啊，你们好不好奇那些负债累累的人，那些夫妻感情不好的人，那些找不到轨道的人，那些身体得了疾病的人，他进入了周老师的圈子没过2年全好了，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有2种方法，第一种比较慢，也就是累积福报，一件一件善事干，干2000件好事是可以转运的，但是比较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我不能告诉你，你自己去悟。我给你们放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如果看懂了，你可能会瞬间醒来。来，所有人坐直，不要靠那个椅背，打起12分的精神。一句话让你醒了，醒了就醒，醒了你瞬间找到自己的轨道。很短，1分钟，认真看，要思考。那个马为什么能够真真正正的改变命运啊？掌声有请大屏幕。有一匹马陷进了沼泽地里，越挣扎陷得越深，他放弃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帮助这匹马。Айхтар шигдэжээ, энгэглээ шигдсэн адууш гарбун да. Хазар тухан тан бичаж. Хөөл, эзэн гаргаж дийлэг бол. Ямар, явган заяатайн энгэдэг байна. Газар цогцсон ганц муу арцсагч яамаа гитнэ зүгээр. Харин алтан ноёндоо эдэн атуу гандарч цаа. Амцаг дүүрэн буцгаа уусан дээр байхаа.
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很震撼，而且后来我去查资料啊，这个不是一个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真实的纪录片。这匹马就是此时此刻陷入困难沼泽的你，他本来都已经放弃了，但是有一帮人在他面前转，那个能量磁场瞬间把他的那个振臂给他拉开了。你何尝不是那匹马？昨天晚上我在下场之前，我跟你们说了一句话。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选择大于努力，选择不对努力白费，人生只要做对三个选择，你就是黄金人生。哪三个选择还记得吗？第一个叫选对伴侣，第二个叫选对圈子，第三个叫选对教练，对不对？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在我的课程现场找到了灵魂伴侣吗？在周老师的导师班，在周老师的福布斯圈，无数个人通过我们的课程现场找到了灵魂伴侣，就连我们的万松老师也是在我们的导师班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不跟你开玩笑，周老师，这种案例太多了。第一，让你选对伴侣；第二，选对圈子。就是当你进入了一个富人圈的时候，你的整个能量场、你的整个思维、你的整个机遇就全变了。第三，选对教练。课程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能量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可能你们都听过啊，甚至你们看过这个小视频。就是这个故事成就了我。讲的是这个秦国的开国丞相李斯，小时候看到自己家里有两只老鼠，一只老鼠在厕所，一只老鼠在粮仓。厕所老鼠长得瘦小啊，每天饿着肚子任人追打。粮仓老鼠长得肥头大耳。李斯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请问这两只老鼠是能力有区别吗？选择大于你。如果把粮仓老鼠放厕所，厕所老鼠放粮仓，会发生什么事情？两只老鼠的命运会魔术般的发展。你之所以今天还没有成功，因为你是那只在厕所的老鼠，而我是那只在粮仓的。我问很多同学，你在哪里工作呀？老师，我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县城。我说，请问在你们县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是多少？可能是亿万分之一。但是请问到北上广深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是多少？每13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千万富翁，一个是亿万富翁，请动的举手。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死都要死在北上广深啊。但是我刚开始去北上广深没有钱怎么办呢？先去洛阳，到洛阳赚到钱以后马上去省会郑州，以郑州为跳板跳到北上广深。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讲到这儿以后，在座各位你们有感觉吗？有没有人要给自己做个决定啊？各位，跟能力没有关系的，各位，真的跟能力没有关系。有矿泉水吗？有水吗？来，我整一瓶来。这支水在地摊上也就卖2块吧，在五星级酒店这瓶水可以卖30，在沙漠里这瓶水可以卖30000，你信吗？同样是一瓶水，你放在哪，位置不同，就决定了你的身价不同。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圈子一变，一切都变了。你想改变你的阶层吗？你想赚钱吗？你想不想一个月多赚20000块钱？那赚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来，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了啊！你们都想赚钱，想买房，想买车，那是果，那是结果。结果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你的行为决定的。你昨天的行为决定了你今天的结果。那行为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你的思维决定的。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对还是不对？那请问你的思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对了，环境。接下来教你们一个思维模型，这个思维模型叫做顺藤摸。什么摸瓜呀，那是普通人。我要教你们一个方法叫顺瓜摸。什么摸藤？摸根儿，摸种子，
为什么是个穷人？因为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是穷人，所以你是穷人。你天天跟这些富人在一起，你的能量、你的磁场、你的思维、你的人脉、你的环境，所有一切全变了，你也就变了。所以你们知不知道，上了我师父的一堂课，就是专门教财商的，我什么都没学到，我就学到一句话，宁可在富人堆里做穷人，也不要去穷人堆里做富人，死到死在富人的怀里。能听懂吗？各位，那个能量场、那个人脉、那个资源完全都会影响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今天都在穷人圈里面，你天天跟这帮穷人在一起，请问你今天出去上课，他们会骂你的，会说你被骗，会说你去搞传销的。你说你要创业，他说你有病啊，你创业你脑子烧了你啊。你说你有梦想，什么是梦想？梦想能吃吗？来，吃还吃不吃，各位。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富人堆里，你说你有梦想，他们说太棒了，人以梦想而伟大。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梦想，我支持你，去吧。你说你去上课，他说行，你学费够不够？不够我给你借点。哎，不开玩笑的，各位，你进入这个圈子，他就是这样子的。你进入穷人圈，你们就算在一起创业做生意，请问穷人跟穷人在一起做生意做啥生意？那么穷生意吗？赚钱就赚快八毛吗？你跟百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赚的是什么生意？那最少是百万级别的生意，一张单赚的就一百万吗？那如果你进入了一个千万富翁的圈子，你跟千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呢？你跟亿万富翁在一起做生意呢？那你就一个亿吗？来，听懂举手。所以想不想成为亿万富翁？进入亿万富翁的圈子，人脉资源都会把你变成亿万富翁。思想一变，所有东西都变了。你一定要崛起，你要成为你家族的希望，你一定要崛起，因为你要成为你那个城市的灯塔，你要成为你那个省的城市之光。因为只有你觉醒了，才会有更多人觉醒。因为只有你实现了财富自由，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很多人说钱是肮脏的，是邪恶的，是卑鄙的，下流的。我知道的是，你最亲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他身患重病，需要50万做手术，但是你没有钱，你只能看着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付不起医疗费，被人推走。所以钱不是肮脏的，钱也不是邪恶的，钱也不是卑鄙的，钱本身是个工具，是中性的，是用钱的那个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你可以用钱去害人，去雇凶杀人，你也可以用钱去救死扶伤，选择权在你。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跟周老师学习财商，为了你的家族，为了父母，实现财富自由是必须的。